好感动，我现在心情正在平复当中。我们生活当中发生了太多的故事了，然后大部分的都被忘记了，少部分的记得。但是看了淡水小镇，谢谢他帮我们记得了人生当中有很多很温暖的、很美好的、很单纯的一些片段，谢谢你们。然后好感动啊，很久都遗忘了那个感动的感觉了。一阵大雨刚刚下过，从那寂静的天空。今天真的算是我长那么大以来第一次看舞台剧。那看到后面的过程，其实一度就是很感动，很难过，就觉得看完这部舞台剧，让我的人生中对生命又会有不一样的想法。我觉得真的很建议大家一定要来看这部片。我是不是讲得太感性了？等一下，因为真的非常感人。趁着这一个当下呢，因为其实这几天呢，我觉得我对你有点不好意思，我觉得我对你有点。其实我们两个来看这部舞台剧之前有两天没有讲话了，然后看完之后就突然心里想一下，干嘛要这么计较呢？对不对？人生嘛，是的，要好好把握一下。对，然后我一直在回想着当初你追我的那个时候。哎呀，抓到你的手了。大家一定要来看哦，一定要来看。